谁把你跑出来了？打电话来也不告诉我说是急事，小吴说话一向不清楚，你又不是不晓得。等我赶到分局的时候，已经下午4点多了。哎，你还真神通广大，那条子告诉我说你被一个什么陈律师的。 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小偷是不是？啊？不像是小偷啊！你谁？我当然是廖秋桐的朋友，不然我怎么进来的？我也是秋桐的朋友啊。 不可能的啦！不可能会是秋桐的朋友，秋桐，你们两个完全不同型啊！秋桐不会有你这样的朋友。告诉我，你是谁？啊？说实话，不准考虑。我是他10年前的朋友。 你是那个宋钱包够啊？宋宋啊！哈，你就是那个宋婉仪对不对？宋婉仪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<笑>我听他说过，他常提到你啊，这不记得都不行啊。 你好，我叫王一凡，秋桐的哥们。王一凡，你好，王一凡，你到底出钱死哪里去了？要人，你见色忘友啊！哎呦，妈的，待会儿再惩罚你，受气受罪，你不知道惩罚。你住手了！你住手！疯子啊你！没看我没穿衣服啊？干嘛不穿呐？那有客人在里面，你神经病啊！ 乱打乱打！哎呀，你干嘛第一次跟人家见面就这样坦诚相见呐？我的衣服都只能是为右张右臭的，你有没有衣服借我一件？穿上了去拿。对不起啊。好人呐、啊，没想到你们这样认识了。他是你谁啊？我一个捡破烂的好朋友啦。不过捡破烂跟别人不一样，他能够捡出一番天地，我算是服了他啦。 哎哎哎哎！你是不是又在说我坏话？夸奖你了，说你好话了，烦！你很坏啊，一天到晚有很多坏话让人家讲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修啦？师傅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，伯父。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高高兴兴。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 应该是不会的。我打电话去过警察局，他们说5点钟他就走了，还碰到一个熟人，两个人一起走。熟人是谁呀？他刚刚才回国，成天跟你在一块儿，哪有什么熟人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警察说那个女的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会是谁呢？沈爷，你也别着急。 既然是遇到熟人，又是跟熟人一起走的，这就表示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给耽误了。可是他总应该打个电话通知我，叫我一个人坐在餐厅像什么样子？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他未婚夫哎。好了好了，那真的是他的不是了。你晓得的，婉仪从来不会是这样子的了。她一向温顺乖巧，她没打电话给你，也没打电话给我们，那一定是她找不到电话。 要不是就是有事给耽误了，诗音啊，肚子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下碗面啊。哎，哎，嗯，哎，这。
这牛排真不赖，比路边摊高级。嗯，废话。哦，啊对，我刚刚说到哪里？哦，除了吃的东西之外，几乎样样不花钱嘞。那当然不包括他那辆摩托车，他那车可贵了嘞，就不想他怎么舍得花那笔钱的。做生意的交通工具总要好一点。我啊，再过两年就可以自己偏交一部吉普车了。对啊，我买的材料，外壳要买了，那引擎我已经收集了，快差不多。刚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他什么都有啊，就除了飞机零件，坦克大炮。哎，这么说，王先生做的生意挺大的，是金牌吗？不是啊，什么经营百货业，他是做他妈，是他妈妈的祖传事业。是那个收集百货的生意了。我来，我找找这个。原来台湾有这种生意。当然有啊，不过全是二手货废物啊，人弃我取，资源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他还发了财，自己买了块地嘞。发财怎么没有啊？原来地也是你自己。很多事他都不知道呢，不要一直逗他嘛。王先生在哪里发财？需不需要一个法律顾问？啊？法律顾问？他是在垃圾堆里发财啦，捡的就是破铜烂铁，就不要东西啦。法律顾问？是吗？一凡跟秋桐一样，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，创业总是比较辛苦嘛。他是捡破烂的，有没听说过捡破烂还可以捡出一块地来？我小时候就帮我父母捡破烂，靠捡破烂为生。不过事在人为啊，别人捡破烂可能会捡一辈子，我呢，我是懂得废物利用，就好像我是批发商一样，专门收集人家送过来这些垃圾，然后再分门别类，再卖给回收厂。改天我再带各位到我那地方去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失陪一下。哎，婉仪，为什么一凡总是出口成章？你猜为什么？哈，经常很累，一肚子都是那种鬼灵精怪学问。哎，通常是从垃圾堆那些书啊杂志学来的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没事。婉言，你这个未婚夫对你好不好？哎，对啊，他对你好不好？好。你们都来吗？才怪！干你鸟事！怎么会合不来呢？要是合不来，将来怎么办？是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，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是反胃。Thank you.
昨天晚上，王一凡骑摩托车送你回家。对呀。好危险，以后不要做了。还有啊，你觉得跟这种人来往适合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太肤浅，太粗鲁，完全不能当大雅之堂，跟我们是天地之别。我奇怪，你怎么会交上这种朋友？是因为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批评你的朋友。不过，究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环境的人，我怕他们影响了你。你有心事啊？我不喜欢那陈志怡。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哟，你喜不喜欢那陈志怡，干你鸟事啊？这只要婉莹自己喜欢就好啦，你不喜欢他，那不掉块肉。那婉莹怎么会选中他呢？哎呦，到底怎么啦？你在外面发现了什么？是不是？你以前认识他，还是你见过他会乱来？我敢打赌，这婉莹将来嫁给他的话，一定不会快乐。嗯，你看。靠！你凭什么这样给人家下断语啊？我就不这么认为，人家有身份有地位，跟婉莹站在一起很匹配啊。哈！裹了个糖衣的怪物。你今天吃错药了是不是嘞？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希望是我看走眼，我猜错了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神经兮兮。